各位观众朋友，接下来这个单元叫麻刀摇洗干啊，这是个广东话了。麻刀摇是什么都有的意思。现在香港到底流行什么音乐资讯呢？它音乐动态是什么呢？特别介绍这两位港星为我们介绍一下，张学友先生，倪诗蓓小姐。张学友的歌曲啊，我相信观众朋友已经有目共睹、有耳共听了。到底现在香港流行是什么音乐呢？香港现在很流行掰歌。我们国内也有啊。谁啊？有，现在有个新秀专门把歌唱不好嘛，只有改一些歌了。哎，曹兰小姐。啊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你广东人啊？广东人。不是介绍港星吗？不是，你不是港星，但是你跟这个音乐有点关系。因为现在香港流行的就是这个，有一个歌曲改编的，像什么可惜又可惜，要不惜又不惜。我金鳌盖呀！哎呀，那现在呢，香港音乐这个流行，当然正常的音乐也在走，当然这个掰歌也在流行。对，那掰歌是谁惯的比较多呢？在香港？刚当然是那个歌唱不好的那个，唱不好那个叫什么曾志伟的，哎呦，掰最多。来，掌声鼓励鼓励曾志伟先生。哎呀，哎呀，大哥你好，曾大哥，曾大哥，哎呀，曾导演，曾大牌，曾巨星啊，哎，曾下流，不是，就把我的大号都讲出来了。哎，我还小号呢。这个曾志伟呢是相当有才艺的，最近呢他把香港这个乐坛呢又在炒热，就是有这个掰歌方面，掰歌的里面内容是怎么样的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有啊。其实这个东西是跟你学的嘛。平常我跟你拍戏的时候，你都喜欢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用，你们解剧用。对。还有另外一个搭档是谁？林敏聪。林敏聪。林敏聪是香港一个很有名的作词的。那他呢，平常就喜欢已经把一些很流行的歌呢改来改去。哎呦。那这次我想录这个，就把他抓过来，大家一个搭档这样子。而且改的还蛮有意思的。来，我们欣赏一下掰歌专辑来。在水中央有攔子，一張房子掉在湖上。在水中央有攔子，一張房子劈在湖上。短短的一首歌带给大家多少的欢笑，我们现场也要来一段掰歌。掰歌超难，最会掰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啦。来，我们先看谁先来。我们你先来、一定是比较唱得比较正统一点的人先唱。谢友，你也来一下吧。好，来就照这个音乐来。你唱什么话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一语言语没问题，开口很流利，只要说过一我就惨兮兮，连发连发波波
摇篮，不能丢人啊！来。哦，他长大是两边分得很清楚。来，该你了，好好表现一下，真大牌来。滋味滋味真烦恼，身材也不高，我拍戏是主角，唱片也卖得好。来吧来吧，台北香港排行榜我定第一，不过别客气。嗯。又当我比一比好吗？好，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香港，前十名的排行榜。香港的名字叫什么？劲歌金曲。来，杜文。谢谢红瓜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本周香港劲歌金榜到底有哪些歌曲入榜。本周第十名入榜歌曲是黄静文的《人世旧句子》。第九名是谭咏麟的《独醉街头》。消失于破裂中，酒精添着苦恼。第八名是《夏日恋情》，由梅艳芳所主唱。问你心舍得我吗？是否多牵挂？第七名是香港新宠李克勤的《一生不变》。本周第六名是苏永康的《原谅我》。我一生淡薄，无能力。第五名是张国荣的《童年时》。何时能再与你家乡中相见，天未亮。第四名《那是我眼泪》，由陈德章所主唱。排名第三是《谁迷浪子心》，由我们国内的歌手王杰所主唱，我们非常恭喜王杰。第二名是陈慧娴所唱的《夜机》。本周冠军是刘美君的《爱是无涯》，我们非常恭喜刘美君。你爱过我，再勉强你。好，以上是本周香港劲歌金榜的入榜歌曲，其中王杰的一首《谁迷浪子心》在上周是榜首。那么在这一周，他在国语歌曲排行榜到底是什么样的成绩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Thank you.